真的想太多了，就是过去的过去了。快点快点看！我现在也只能就是刷牙，对啊，从那里变出来的，都没拿出来。回不去的友情，网狂猜萧亚轩、杨锦华尬笑刷牙结束这回合。刚好自己本身平常也很喜欢蹦蹦跳跳、唱唱跳跳，我觉得人生很短，就是现在心里面想要想做的事情，就勇敢的点头去做、去闯。最近参加对岸选秀《乘风2024》很夯的共享妈咪杨锦华，日前在节目花絮谈到一段回不去的友情，被网友联想是在指萧亚轩。二号她出席牙刷代言活动，也逃不过被问这一题。我们没有脚本，这个是千真万确。我们没有脚本，因为我们好像小考赢了，然后大家就是聚餐吃火锅，然后开始就聊天，看有人发问什么，想问什么就问彼此这样子。嗯，主要是队长你可能想要多了解我们，大家想太多。哦，但是他没错，只是想太多。我觉得大家想象力也很丰富，想太多了，不要多想。有受到关切吗？谁的关切？您的关切吗？其实还有很多人在聊天，可能有的没有剪出来，或是意思就是说，讲的那个人不是 L 吧？想太多了。你们现在还有联络吗？就是我没有算是没有什么声音，我也不知道。喂。对啊，从那里变出来的，都没拿出来。这么综艺的你，我没有从后面拔出来上节目有差。我的朋友很多，我从小到大，我也四十几了。其实我觉得，就像坐车一样吧，坐列车一样，本来朋友就是上上下下车。我觉得真的就是过度解读，我就只是在分享我人生中发生的其中一件事情。好的，分享什么？分享什么？杨锦华上节目后人气水涨船高，日前大陆粉丝集体在街头对她喊妈，成了粉丝们的共享妈咪。因为其实在不良执念那时候就是还蛮多人喜欢的吧，然后还有苏妈妈跟师娘，我就想说奇怪，为什么大家都叫我妈叫我妈，后来出去的时候哇也是妈咪妈妈妈咪，我想说为什么变成大家的共享妈妈，然后我想我都还没有生啊，遍地都是儿女，但我觉得是蛮可爱的，只要他们开心就好。那你听习惯了吗？有了，其实蛮习惯。现在路上叫妈，我都哎，好了，是人家小朋友在叫妈。